安播足球快讯，2021年3月30号 ，C 朗预计4月同祖记谈未来。据都灵体育报消息 ，C 朗拿度可能将喺4月同祖记高层对自己嘅未来进行沟通。目前 C 朗拿度本人更倾向于留队。之前祖记副主席尼维特喺接受采访时就已经表示 ，C 朗拿度下赛季将会留队。都灵体育报话，4月份 ，C 朗拿度将同体育总监帕拉迪治同埋主席安德烈亚涅利会面，宣布自己对未来嘅打算。都体认为 ，C 朗拿度目前留喺都灵城嘅可能性更大。你听紧嘅系安播足球快讯，我哋为你提供各国球赛嘅赛前分析、赛后报告、足球世界花絮。多谢你嘅收听。M 直播提供英超、意甲、法甲、NBA 等精彩足球、篮球赛事嘅直播服务，立即下载 M 直播。